他魂啊，要滴滴相修，慈悲啊，智慧啊，这是修行者不可欠少啊。所以，咱时时爱运用咱的心，安怎样会当入人群中，从众生所亏欠，咱所拥有的来普施众生。众生所亏欠的，莫过于精神面甲物质。精神物质啊，上重要的是精神。心那是满足啊，生活呢会当真简单顺服。物质啊，会享用是有限啊。实事呢，心那无满足啊，物质搁较侪。更加丰富，享受也是无止境。所以，佛陀来人间啊，伊的慈悲，就是普及予人人，会当满足迄个心。啊，心要安怎才会当满足呢？爱通彻道理。道理若清楚啦，自然心嘛，就会当听听真满足，所以佛陀来人间，就是释教、示教，满足众生所需求的法，这嘛是咱学佛啊，咱应该所得的。施行的道理哦，所以慈悲，那就是令人啊，令人呢，就是悲观不暇，坚持慈悲的愿力。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伊的名称就是叫做令人。就是要显示这尊佛的内心嘛，所得要表达，伊人间伊所欲施教，甲众生有使命感，那就是慈悲咯。慈悲就是爱普及众生，也就爱甲众生有好缘呐。历久以来啊，三大五经集结所专修的行，那就是培养慈悲心。所以呢，悲观不暇，这就是三大五经集结所累积的伊的心愿哦，啊，为众生啊。真侪的苦难无法度通好解啊，所以佛陀还是不舍众生。虽然众生顽固、刚强、难调、难服，确实呢，佛也是同款，悲观不舍众生。除了悲观以外呢，也都各有。定慧，心爱定啦，也个都爱有智慧啦。听听甲大家讲，智呢是分别智，一当通分别世间呢，是或是非，这就是智。那这呢，就是一个的力量，是对的爱坚持去做，是唔对的呢？爱有迄个毅力去拨地掉去，这就是地力。也那是慧呢，就是平等慧。众生啊，会刚强，
伊用柔软的耐力来调和，所以讲定、慧、智力，这呢嘛是要来调教众生不可欠少，所以讲需要令人，需要定慧，需要悲观，需要智力。悲观不舍，智力会当通剖析一切众生。人世间啊，真正要为人群付出，真辛苦啊！啊，这则辛苦，要安怎呢？啊，都爱忍耐嘛，啊，爱扛忍，扛得忍耐，迄、那个苦中之苦啊，众生真辛苦，六道轮回啊！迷茫未醒起来，众生真苦。那么菩萨啊，诸佛入这个人群苦中之苦，甘愿安尼入去，那无令人定慧啊，那有迄个愿力，好入这种苦中之苦的苦。环境的，入去迄个所在做虾米呢？现象，就这个苦中苦，众生的形象，甲大家人讲，这是苦的哦。那咱是不是大家爱赶紧知影苦，来脱离这个苦啊？离开这个苦的境界，有真自在、开阔的境界啊！有真正呢，宁静、热、奥妙、宽旷的所在，会当予咱真自由，会当予咱无有烦恼束缚，无恐惧、无苦难，遮尼正悠游解脱的地方。啊，这是要安怎样才会到达呢？啊！就亲像我安尼，我爱去了解真多的道理，我了解啦。我即马要甲你分享，甲你讲安怎样脱离苦的方法。来，你对我安尼做，来，你对我安尼行，安尼呢，自然咱就会当到达迄个解脱无阻碍。的环境中逍遥自在，这嘛就少不多呢。在人间啊，现象生活，咱才会当这嘛才知影讲哦，咱要安怎样修行啊？是亲啊，挂碍啊，那心无挂碍啊，无有爱欲贪着等等啊，才会当起底呢。真起这个境界，这呢就是咱爱按照佛陀所说法的道理，咱爱接受，咱接受了后，哦，我也已经呢心无挂碍呀，啊，我也已经呢无有迄个烦恼牵绊着啦，所以我的经验。我搁再讲予你知，真呢，就是主动度他，会当走入迄个真快乐、乐中之乐啊，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无有烦恼，无有贪嗔痴慢疑，无。人我是非的争端，顶顶啦，完全的，把这些烦恼，安尼拢总
痛啊，快乐啊，所以苦中苦，或者是乐中乐，这些要看咱生活态度。过去咱讲过去，佛陀生活要具足十方如来应供正遍地明行足善世世间界无上寿调御众生天人师佛世尊，这十方呢，咱就爱好好来学啊，要安怎样，会当名副其实。佛陀伊令人伊具足了十种的德行，这十种的德行是咱爱好好来学习的。尤其是咱人生难得啊，咱伫这个人群中会当得闻佛法啊，就是要伫天人间啊来开一个大福田啊。定啊，讲天伫人群中就有天啊，人间天堂就是富贵人间，富贵人间啊，讲学道人，咱会当好好运用咱的智慧啊，令人定慧啊，要安怎样？就这个苦难因缘、苦难众生，安怎样释放呢？让富贵人间天人啊，会当通来接受，开发伊的爱心，也付出为苦难人，这嘛就是让伊接近佛法的初阶，开始呢，让伊有这个福田啊，正大福田呐、啊。这点无量义经啊，十功德品内底嘛是有啊，所以咱来引导人人呢，为苦难人去付出呢，为苦难人做大福田呐、啊。苦难有的是精神空虚的苦难，有的呢是物质不足的苦难，所以咱爱在人群中呢做大福田，这嘛是咱学佛啊真重要的一环吼。所以上面讲过去，佛啊具足了十好，他就在人群中啊。开始呢，演说正法，初善、中善、好善，机宜深远，机宜巧妙，顺应无杂，具足清白，圆行智相。这段经文接着，文殊菩萨向弥勒菩萨讲，过去有这尊佛，日月灯明，伊也是十好具足，伊也是在人群中呢演说正法，伊同款也分成了初中好，初善、中善、好善。什么叫做初善、中善、好善呢？咱来了解什么叫做初善。初善就是讲佛陀啊，伊成佛，常常甲大家人分享过讲，佛陀伊伫啊迄个定中啊，夜度明星，忽然间啊，
伊的心，甲天空中迄粒星安尼汇合起来，也就是啊，小乾坤甲大乾坤呐，安尼呢，忽然间汇合起来，哦，迄个心啊，这个身体，定来讲，身体是一个小乾坤呐，也未降我以前。那就是一个个体，人生一个小乾坤。但是呢，修行过了一段的时间，心甲心嘛，完全静寂落来的心，静寂清净，在这个境界啊，已经超越了自我。这个小乾坤啊，迄个时阵静寂清净的境界，迄个眼光啊，都到天空，迄粒星安尼呢汇合起来，那化小为大啦。迄当阵呢，心包太虚，两洲三界，原来啊。原来，咱的心呢是这么这奇妙啊！唔只是干呐，伫这个地球的这个乾坤之意，伫这个乾坤以外呢，阁有大世界，心啊真辽阔。所以当阵，佛陀第一句话啊，就讲：自在，自在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性，这是伊第一个念，伊的心甲迄个境界呢，安尼混合起来的是第一个感悟。大地众生人人呢，皆有如来的智性，所以毋是干那我呢定。伊才会一直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陀这种的心灵境界来看咱众生啦，原来人人众生拢会当成佛啦。原来人人众生呢，都含有着这份圆明一性的本领伫咧啊。所以这就是啊。佛陀真欢喜，真快乐，一直想要甲这个境界啊，会当赶紧呢，甲大家人分享啊。伫迄个心灵境界起来的时，哇，十方诸佛啊，甲定心发心菩萨啊，完全呢安尼集回来，这叫做。花严海会的境界，这中间也有天护法啦，天龙护法也完全涌现来啦。那有这么正殊胜的境界呢？十方诸佛菩萨拢总集会来，所以诸天护法也拢总到位了。在这个心灵的世界里，那佛陀开始将伊所体会到这宇宙的真理啊，两洲三界心包太虚，遐尼正辽阔的心境啊，这个道理一直要讲出来，但是所观看的啊。天人啊，天哪、啊，听无啦，体会未到啦。迄当阵有一道啦，佛陀心里真正哩起上啊，想要将安尼起入灭啦。既然我成佛了后，这好的道理要甲大家人讲，除了诸佛菩萨体会我的心。啊，哪会这个天啊，龙八部呢，拢无法度通体会呢？
安尼我生活有啥物路用呢？啊，来试入面，伫迄个中间，祝福啦，过去祝福来安慰释迦文，这些佛的境界，伫《法华经》内底，原来有这段叙述，这段的境界哦。所以啊，过去的祝福啊，开始来安慰，请佛陀呢，爱运用伊的定慧。你的悲观达成啊，定慧呢，爱发挥出来，因缘众生恭敬难调和，所以这都爱运用你的定慧，心爱定啦，发挥你的智慧啦，这些你的能力之内做得到啊。从安尼开始呢，哦，本来说华严乃佛。自修自证之道，伊安尼修行，伊安尼证果了后，迄、那个境界经过了空劫，正长久长久的时间所修来所得的，经过了三百五千几劫，真无容易才证。人天不敌，现在所说的法啊，人天不敌。您爱知影吼，啊，讲话人若听无呢，嘛是真泄气呢吼。其实佛心人心是同款的心呐，所以佛陀才讲，人心有佛心，佛心有人心嘛。这乱呢，正人间化，真正是顺理成章。各位，大家人都有佛心。修行，咱必定爱彼此相闻呐，吼，咱悲观呐，令人个定慧啦。悲观，咱爱不舍众生，虽然伫因缘呐、五浊恶世众生烦恼重重，虽然真辛苦，但是呢，咱甘愿伫这个苦中苦中呐，咱要安怎样去施行呢？乐中乐，予大家人一旦接受了佛法呢，一旦将这个快乐啊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必定爱得法，得法乐啦，才一旦有这份法喜的心情，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